终于就要完成了。在我出发之前，我想把所有的故事都告诉你，希望你能帮我把它保留下来。当我们的祖先刚刚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，他们勇敢无比，在这片看似贫瘠的地方开荒拓土，鼎居生息，文明也繁荣发展起来。直到有一天，山越来越难挖，资源的储备也越来越少，人们的生活陷入了停滞。于是祖先们跳上船，准备朝着未知的方向出发，想要探索新的家园。书上说，水域里有不可越过的结界，就像迷宫一样，最终都会回到原点。不认可的人也大多都在风浪中丧命。不论谁对谁错，每次探险出发之后，一定会有大地震降临村庄。祖先们惧怕于这股力量，于是将船砸碎，将飞马供进了神庙，立下规矩，永远不许探索未知。这就是书中的故事，你信吗？啊，这地震是越来越频繁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偷偷造船肯定是犯了大忌讳。坐以待毙总不是个办法，我总要想个办法出去看一看。我看了前人所有的记载，从技术角度来说，他们造的船一点也不差，而且还越来越结实。但为什么都回不来呢？相比之下，天马号虽然应该更加灵活，但船身却单薄多了。哎，别担心，也许根本就不是技术问题。更何况，我还留了一手呢。Ocean ship green and down the river.